我看你安尼哦，火烧猪头皮，敢那面熟个面熟嘞。咱两个是不是哦，伫都见过面啦？哎，这位太太，我有某的人哦，我跟某的感情是真好哦。哦，啊，你莫去拜托的。人我虽然是吼生了真水啦，啊，真欠桃花，也毋过我也是哦，胃口无只好啦。是讲哦，啊，你这间庙是毋是二十几年前哦开伫北区哈？是啊，迄当阵起大楼啦，啊，毋则刷来遮。哎呦，安尼就对啊啦！我跟你讲哦，迄二十几年前哦，我常常去恁遐拜拜呢。吼，啊，我再加一个哦，我。你哪会安尼讲话讲一半？迄当阵是有做啥物代志啊？我是讲哦，我迄当阵哦，常常去恁遐拜拜啦，不过哦，感觉哦，你真面熟啦。哎呀啦！是不是副财公哦？把迄当阵那个代志哦，拢看伫遐个内，对我不满啊！啊，头只哦，这超过安尼创治我。这人哦，一生会当小赌，迄拢是天注定的。啊，经过遐尼侪年哦，佮含只庙只小赌，在其中哦，你缘故。啊，对啦，你还袂回答我呢？你这个心思是欲问啥？我本来哦是欲来求财啦，啊问一下婚姻啦。啊，即摆想想咧吼，啊，敢袂当问找人的代志啊？你要找人？问看卖啦。这个签诗是袂歹啦，吼，啊，你甲看一下吼，这个人吼，真紧就相信啦。真是的哦。嗯，那照这签诗看起来，应该是无问题啦。哦，多谢多谢。哎，对啦，啊，恁某敢好哈？我还记得我第来拜拜时阵吼。心情若无好，拢会找伊开讲呢。我无真好啦，啊，较早同款，嘛是安尼擦擦着。哎呦，都跟我同款啦，无怪啊，我家己有这样话讲啦。啊，是讲恁两个讲有生囡仔？两个查某囝。哟，啊，敢结婚啊？两个拢还未嫁啦，但是吼，有一个有男朋友哦。倒一个无男朋友，我跟你讲吼，我是媒人的啦，吼。哦。不是我咧操蛋诶，我熟悉哦，就一个好嫁人少爷哦。太太，谢谢啦。我哦，即摆无着急要嫁查某囝啦。哎，话毋是安尼讲诶啦。迄查某囡仔伫结婚之前啊，爱加熟悉几个啊查甫囡仔，安尼要结婚诶时阵哦，毋则知影倒一个较适合家己滴无。啊，查某囝即摆差我几岁？哦，两个哦，差不多要三十岁啊。啊，一个年头，啊一个年尾啦。哦，诶，安尼嘛差不多爱结婚诶年纪啊呢。是讲，阿恁某也真搞嘞，啊一年后生两个。上面有某在搞，迄是我搞，迄是我去捡你一个查某囝。你讲啥？你捡着的哦？